优惠商品一字排开，预告着周年庆活动即将展开。抢攻消费商机，百货通路业者10月开始首波6店齐发周年庆开跑。除了美美让许多爱美人士疯狂的美妆商品，有许多首卖独家内容以及航空限定版，让消费者优惠零时差。另外，精品智能小家电以及各式运动商品和流行服饰也全都囊括在周年庆的优惠中。业者还特别和人气动漫联名，要来满足大小朋友多元的购物娱乐需求。